大家好，今天给大家介绍这个冠花王的这个食用方法，适用于普通麻将、普通筒子玩法使用啊。麻将跟筒子这个，大家可以看到我这个筒子的话呢是没有任何的东西，这是一副普通的筒子啊。用于这个冠花王怎么用？是边打边做，是做记号，我们可以去认得出来。现在给大家打开这个冠花王。这个是一瓶非常多，可以用好久的。怎么使用的话呢？首先我们在我们的指甲上就是用自己的指甲长短都无所谓然后去抹一下这个挂花膏抹一下，指甲上就已经沾有这个挂花膏了，其实没有任何的。这个麻将，比如说我现在把这个酒饼在摸牌的过程当中，我把它做了那个记号在摸牌，正常摸牌。然后不管你怎么，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记号是可以看得到的。这边非常的隐蔽，但是自己的话呢是可以看得出来，是被自己做过记号，对吧？然后。做了记号之后呢，不管怎么洗你都可以轻松的辨认出来。你只要把桶子叠起来之后，你都可以轻松的找出来你所做的那张酒饼是在哪里的。我给大家找出来给大家看一下这张大家可以看到牌边是没有任何的异样，给大家看一下。但是我们就可以轻松地找出这个酒饼所在的位置，酒饼所在的位置这张，对吧？这就是冠花王的使用效果。当然，你所做的这个筒子的话呢，是只有你自己看得到，那别人的话呢是看不到任何的东西。如果有需要了解的朋友，可以。打我电话13533207918，也可以亲自到我们公司，免费体验，谢谢。